卡通时间，三只小猪去野餐。哇哦，猪妈妈带来的食物可真多呀！看，有一个大蛋糕。老大很喜欢吃蛋糕。一二，有两个大苹果。老二一眼就看到了红红的大苹果。一二三，有三个鸡蛋呢。老三说：咦，还有果汁儿。一二三四，有四苹果汁儿。老二说。老大也来凑热闹。还有面包呢。一二一二，老大挠挠头，数不清了。大哥，一共是五个面包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面包。热心的老三来帮忙了。五个面包，对，五个面包。老大笑呵呵地说。